心包容，这是台湾人民关怀敬畏心苗栗，这是台湾人民永远成功苗栗乡，这是台湾人民永远成功苗栗乡。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董事就位，恭请维新圣教学院名誉校董就位，礼敬恭请维新圣教宗族上混下圆禅师及师母就位，赞黄禅老祖天威纪曰：黄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稽首顶礼一拜再拜三拜，黄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稽首顶礼一拜维新圣教，消灾化解，故我稽首顶礼一拜再拜三拜，黄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稽首顶礼一拜再拜三拜，黄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稽首顶礼一拜再拜三拜，黄禅老祖福禄寿星福荫昌生，故我稽首顶礼一拜再拜三拜，黄禅老祖天人教主
万圣拱福，故我稽首顶礼，一拜，再拜，三拜。黄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稽首顶礼，一拜，再拜，三拜。黄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稽首顶礼，一拜，再拜，三拜。黄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稽首顶礼，一拜，再拜，三拜。黄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稽首顶礼，一拜，再拜，三拜。黄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稽首顶礼，一拜，再拜，三拜。请大家恭赞黄禅老祖天威。黄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祖，故我稽首顶礼。黄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稽首顶礼。黄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稽首顶礼。黄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稽首顶礼。黄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稽首顶礼。黄禅老祖，福禄寿星，福荫昌生，故我稽首顶礼。黄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稽首顶礼。黄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稽首顶礼。黄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稽首顶礼。黄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稽首顶礼。黄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稽首顶礼。黄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稽首顶礼。又赞曰：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
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准备接慢，禀报。准备接慢，一、二、三，接慢。屯垦一脉是根源，山高不染是坚贞，上古人心本清净，奉君老祖发玄玄。古稀梨花开天门，女娲栽花就大慈大悲，台湾第一代祖师菩萨，大慈大悲，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东方药师佛，大慈大悲，释迦牟尼佛，啊，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地藏王菩萨，大慈大悲王禅老祖，世尊大天尊，大慈大悲诸天圣神佛菩萨，龙天护法。当下世间，所有唯心贤士弟子，我们前中华民国总统府。吕副总统秀莲大菩萨，他们南投县县长林县长明真大菩萨，啊，我们啊前立法委员啊杨琼英大菩萨，我们嘛啊文津立法委员菩萨。以及在座所有地方树身菩萨，我们所有唯心圣教法师讲师，各位贤士，四龙工商百业啊，我们的基金会董事，还有一经大学校董荣誉校董荣誉董事大菩萨众等。阿弥陀佛，今天丙申年7月24日，啊，正是唯心圣教在世间啊因缘和合，因应当下世界的危机，台湾海峡两岸同是天下一家亲的。三祖儿女们，啊，尊天华子，台湾祖师祖师恭请王禅老祖导驾慈航，共转世界和平的法轮，在34年前的今天的当下，唯心圣教诞生了。事过33年的风风雨雨，千锤百炼不偏移啊，方有今天唯心圣教屹立在地球上的台湾净土的南投县，好，八卦山。啊，这一块净土是南投唯一的一块净土，啊，这是上天所守护的一块净土，是世界和平的灯塔，由这里树立起来，啊，更是台。
台湾与大陆三族儿女同是天下一家亲，立即从这里开始大放光明，两岸和平、世界和平的一盏明灯。所以今天尊天华子、王禅老祖要我们邀请各界代表贤士同修、士农工商代表们，能够在这里啊，将王禅老祖他掌中所掌的天地盘、地球八卦，啊，这一个宝珠是人类心灵一盏明灯的宝珠。所以今天我们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从这一点开始，尤其本维新圣教是以教育、易经风水和宗教融合为一的世间明灯、世界和平的明灯，这里树立起33年过了，啊，已经啊迈向第二个33年，啊，前的33年，就这颗明珠的下半部，中华民族太极的黑的一半已经走过去了。5000年的中华民族历史走过悲情、恩怨情仇，有那么多恩怨情仇，我们忽略了人性的伟大，忽略了人性的光辉，所以这是我们这一生维新圣教所有的法师和当下各位贤士同修、士农工商，我们要共同努力奋斗的。啊，接下来上面这颗珠是光明天了，所以王禅老祖的圣像金身圣座高24米，与八卦山啊释迦牟尼佛佛祖同样的高度，也是用铜制的，高度24米，24就是24方。然后中间这个的物极，都天与都地，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良心和佛心。今天我们借着大家120位代表，所有中华三族儿女及世界人类64亿的人民，把光明的信念把它掀开来。好，这是各位的荣幸，也是各位的天命。所以王禅老祖开示了，未来千秋万世，5000年是应该和平的，过去5000年是黑暗的，发生了3762次大小战争，4816次大小战争，这个都是无名人类的浩劫。那么王禅老祖诸佛菩萨开示，王禅老祖挑起这个世界和平消灾化解的天命任务，从今天开始。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啊所承担的天命，我们应该要赞叹。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塑造一座王禅老祖的圣像，我们也希望南投县政府各级单位们啊能够鼎力来协助，我也希望所有在台湾海内外的朋友们、同修们，大家鼎力一起来扶持，共同把它建设起来，这是我们每个人这一生的天命和责任与义务，也是我们的光荣啊！今天
啊，我们请李副总统啊，他来到这里参与啊这个接院呢。我们请台中市副市长、前交通部长林玲珊夫妇啊，也一起来啊。我们县长林县长，两位立法委员，尤其在七年前，我们这个天津杯立即起来啊，上面有那个那曼，有许淑华市长，还有杨琼英立委。我说两位都还没有结婚，这丝线你拉下来一定会结婚，结果他们都不结，我们没有办法啊，这条件太高。我希望今天他所拉的线啊，能够满他的愿啊。他的爸爸和妈妈也都来了啊，我希望作为爸爸妈妈嘛，最喜欢听到这个好消息啊。我们为他们鼓掌，他我们就有喜酒可以吃啊。维新圣教八卦圣城这块宝地是一个天上神佛的宝地，不是人间的宝地，所以我们要好好把它经营起来。啊，各位维新贤士，各位董事们，谢谢你们给我们的支持。啊，我们所有的工作团队，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啊，规划院院长，他也尽全力的来把这块荒芜建为一块净土。好，我们会努力的。好，我代表基金会所有的董事们，啊，谢谢各位，啊，把这个原来是翁来，啊，这一块宝地呢，把它化为今天翁的来啊，啊，今天翁的来啊，好，啊，翁来到各位同修你们的家。哦，大家都旺，当你们旺起来的时啊，水气三千，哦，那你们就不要忘了，多做布施救济社会贫困公益事业啊。啊，那么今天啊，大家都晒太阳晒这么久了，我相信今天的太阳是有消毒性的。啊，有病就把它消毒掉，有烦恼就把它晒干了，啊，那就没有事了。好，那我们现在我们要请李副总统来为各位开示。好，我们鼓掌，请李副总统来为各位开示。敬爱浑元师父师母，南投县林县长，台中市林副市长，马立伟、杨立伟，还有在座许许多多的贵宾，大慈大悲的菩萨。34年前，维新圣教开始在台湾弘扬圣法。今天我们大家有荣幸在这个地方。过去八卦山都会想到是彰化的大佛，我们很快的会知道彰化翻过来，我们南投另外一面就有维新圣教八卦圣城，他的教主啊，王禅老祖。刚刚我们大家用恭敬的心情来期待他的今生，很快的就会树立在这里。因此八卦山将是融合各种宗教的一个代表。在彰化这一面是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边是王禅老祖。不止大慈大悲，而且大智慧。
我想我们各位维新圣教的师兄师姐，跟随我们的师父学习非常多的易经哲理，敬天惜地爱人，因为王禅老祖就是最会融合天文地理人伦的大慈大悲而且大智慧的现实。很期待我们的圣山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很快的要完成，真神一出天下定。刚刚师父给我们很多的开示，看看过去的30几年，我们2300万在台湾的人，无分蓝绿党派、性别、贫富，我们共同面对多少的挑战、危难，但是我们今天屹立不摇，因为明珠已经出土，因为我们的王禅老祖他的金身很快就要奠立，所以明珠挥洒我们的黑暗，希望带领我们、指引我们共同迈向光明。明年2月28号正好是228事件70周年的日子。228是所有台湾人无分党派、无分族群共同的痛，也是历史的十字架。我刚刚请示师父，是不是我们可以共同来推动走出228，台湾向前走。因为如果不卸下228的十字架，结束228的钟情，我们2300万人永远的伤痛会继续流血，会不断哭泣，阻碍了我们向前建设发展的路障。我们借着大慈大悲大智各位维新圣教在师父的带领之下，如果能够一起来举办走出228共筑台湾梦，发挥我们的正面能量，我想世界的太平、两岸的和平还有人间的净土才有可能实现。德威今夜门窗，当下全世界73亿人口共同面临的贫富的悬殊越来越严重。第二个，恐怖主义已经越来越蔓延。第三个，地球的灾变越来越频繁，那是没有国界的，那更没有蓝绿之分，我们共同的挑战，所以需要更多的慈悲，需要更多的智慧，更多的无私来面对贫穷，面对恐怖，来面对地球的天灾地变。我们经过921的洗礼，像浴火重生的凤凰，我们要站起来，我们要伸出我们的援手，我们要原谅曾经对我们不好的人，我们要把所有的敌人变成朋友，我们台湾就要先结束悲情。我相信王禅老祖他的慈悲、他的智慧，我们大家共同的信念可以来改变世界。阿弥陀佛，祝福大家。感谢全副总统李秀莲大菩萨的致贺词。啊，我们谢谢李副总统。讲到228，我们易经大学一直下去3号高速公路。啊，这个等下来就228公里，是不是？我们现在请林县长来为我们确定。这条路通下去就是228的高速公路，
这个点，我们请南投县长林县长。那么巧，我们这个下去是二二八，好像刚才李副总统所开示的二二八的情节，需要王禅老祖来化解，因为王禅老祖化解3762次大小战争的冤仇。好，那我们县长就请县长来为各位来开示。谢谢。好，我们尊敬的慧眼大师啊，李副总统，还有这个我们台中市啊林副市长，还有马文君立委、杨崇英立委，还有我们议会的秘书长啊，各位嘉宾、各位信众，大家好。啊，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我们的大师啊，又在这个净土啊，要再树立一个维新圣教八卦圣城的一个王禅老祖啊，这个金像啊，这个可以带给我们南投市啊，又一个非常宗教一个圣地啊。我相信呢，这个树立之后啊，一定会吸引啊好多的我们的信徒，还有啊观光人士啊，来这边参观，来这边啊来学习。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大师啊，有这么大爱啊，来为我们牺牲啊自己的这个时间来奉献给社会。那么我们大师啊，现在最关心的啊，就是我们下面的、我们县政府啊，准备啊要开一条哈、就是从慈善宫啊沿到啊工业南路啊，要开辟工业南路啊，就要到我们这个民主路啊。那么这一条路啊，我在担任立委的时候啊，已经到现在争取了将近4年的时间了、还好啊，有我们的这个王禅啊老祖啊来庇佑啊，所以顺利的能够争取到经费，总工程费啊6亿5000万，那么县政府的配合款啊要1亿啊，所以我们年底啊就要准备来开工啊，跟我们的这个王禅啊老祖啊金像啊，能够最好是能够配合同时、来启用啊，希望这个这条道路啊，如果顺利开辟完成之后啊，对我们的义经大学啊这块净土啊，将来在交通上各方面啊都带来非常大的方便啊。我们希望啊这个企业呢能够尽速的来把它完成，尤其啊我们的大师啊对这件呢、是非常的关心啊，时常到县政府啊来问这个工程的进度啊，所以现在啊我们可以安心的哈、把这条经费都争取到了，而且配合款啊要1亿啊，我们县政府啊也就开始在准备啊这个配合款啊，希望能够啊如期的来把它完成哈、也解决我们大师啊常来的训练啊，解决这个交通的问题哈、再次感谢各位，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好，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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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谢谢，啊，我们义经大学从买到地规划第一次奠基呀、就是杨立伟，还有而且许市长。还有我们几位同学一起来奠基的，啊，我们盖了这么一大片，结果她老公那条线没有裤腰带没有绑好，我们请杨立伟来为各位祝贺，说明心声。阿弥陀佛，阿帕婆啊，一个啊，今天这么欢喜，今天所有的接曼贵宾，我们非常敬爱的我们的李副总统。以及所有的贵宾，特别的感动，尤其刚刚在师父帮我们的开示当中，让我们深觉身为一个台湾人，台湾人的骄傲，台湾人的愿景，让我们信心十足，对不对？更感动的是，虽然师父都说，那条线若去的吼，就嫁出，
但是师母都告诉我说，我们家还有一个存货。用这么欢乐的心情，因为我的亲生的爸爸妈妈也在现场，他们也在笑啦。所以我感动的是，台湾目前我们最需要的是心灵上。有人说眼睛看得到的它是视力，但是眼睛能够去领悟的，心中能够去看得到的是视野。这个视野在我们维新圣教里头遍及了五大洲，所以是我们所有的同修，我们所有的师兄姐，大家的福气。大家如果认同，我们再一次感恩的掌声，谢谢师父跟师母，感谢王禅老祖。我想这个感动让我们必须化为实际的行动，就诚如吕副总统所指示的，34年来师父领着大家的一个努力，我们遍地在做这个作为，也就是希望所有的人心灵能够得到安抚以及安定跟安心。在安抚安定跟安心的当中，我们更能够有所作为，就诚如我们南投县的县长，我们的林县长刚刚帮我们宣布了这么好的讯息。如果我如背起来常常都我不对，我去人家再够讲一杯茶给我喝一下，所以这是一个欢喜的讯息。我们再谢谢林县长为我们所努力所完成，管定我是说完成哦，我都会监督到哦。今天明珠出土24米高，我们的维新圣教八卦圣城王禅老祖教主金身圣像奠基大典，一样是艳阳高照，让我们欢喜的是在预定的时间能够来完成这一个揭幕仪式。尤其诚如刚刚师父所指示的，在国山的南投休息站的这个区块，我们就未来可以看到台湾的一个地标。坦白说，在早期我一直跟师父师奶说，这就要冲回我们台中啦。我看看林县长的脸有一点怪怪的，但是都一样，因为中彰投本来就在我们的中部地区，所以未来我们更有我们的维新圣教的我们的教主金身，跟我们小时候常常去远足的啊，就是隔壁中华的八卦山面顶的大佛是一样的高大。我们再一次掌声给我们自己这个幸福满满。在这边祝贺今天的揭幕大典圆满成功，同时也感谢我们所有的长官贵宾以及我们所有的师兄姐，大家团结的力量。我们再一次的掌声感谢师父师母领着我们大家，恭贺大家，谢谢。这位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好，我们各位啊，先是同修啊，南投要发展，一定要中彰投三个地方，还有智慧的啊，专家们来把它有整体性的规划之后，我相信一经大学不只只有啊台湾人民对于中华文化道统的心灵依归，更是两岸中华三族儿女，更是世界各国。刚才李副总统开示73亿人民心灵的依归，所以这个点的建设非常重要。那我们现在有朋自远方来，从台中市啊代表市长啊来的，他是交通规划设计的专家啊，林部长啊，这林灵山啊副市长呢啊，他来为各位祝贺。林部长，啊，我们林部长当时要到台中来，我礼请他来台中
帮助中部啊整体的规划。他说他部长啊又下来当副市长，人家会笑。我说没有智慧的才会笑，有智慧的人双手欢迎，因为养贤蓄才。林部长即是我们国家的建设之宝啊。那我们市长他上来了，请为各位开示。哎，师父，哎，王禅老祖，李副总统，杨立伟、马立伟，林县长，各位师兄师姐，阿弥陀佛，大家好。刚刚杨委员谈到这个南投跟台中的地点的问题了，这个林县长，我看旁边他是还好。因为我们现在是中彰投，我们是共治。我也在这边跟各位报告，我们原来的台中市政府是中彰投，我们来共同的合作区域治理。现在苗栗也加进来了，他说他不要忘了苗栗。云林的李进勇县长他也说他也要加进来，所以跟林县长讲。我们的台中市呢也很快的就实现了，把公车开到南投了。这个南开大学在南投，我们也开进来了。苗栗的公车，我们也从无锡清水那边开到苑里。那这个我们的规划的捷运会到南投来，那到南投到草屯，所以我们是实现的。这个中彰投苗云等等的区域治理的理念，我相信各位师兄师姐，当初我们进了维新中皈依师父的时候，我们都念了这个开经记的是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但是刚刚在接办的时候已经改成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又加上刚刚师父的开示啊，过去的5000年在太极这边的黑的已经过去了，现在已经把光明面已经复出了。从易经大学我们的圣城这边开始，我刚刚坐在那边就想，我们今生是何其有幸啊！从这个太极的转变，我们往过去的5000年的黑暗面这样向光明面来走，至少5000年之内天下太平。真是感谢王禅老祖，感谢师父的开示。今天大家来共同来参加这场盛会，我们期待着我们的王禅老祖的金尊圣尊啦、落成以后，这个我相信全世界尤其我们台湾的那个困境会整个的改变。我们祝福各位的师兄师姐身体健康，而且我们也在这边还期盼这个我们的师父浑圆禅师不能够跑倒啊，这个他才能爬爬照啊，替各位大家来解惑，谢谢各位。好，谢谢啊，林部长，谢谢各位贵宾，我们就准备礼程，祝福各位，阿弥陀佛。请大家肃立合掌，恭向王禅老祖大天尊行三拜礼，一拜，再拜，三拜。恭向宗主上稳下圆禅师行三问讯礼，感恩主持王禅老祖今生圣像奠基大典。
万军，再万军，三万军，阿弥陀佛，你。